由国民党甲无党结合伫下底胜选的朴树黄正杰，今仔日伫基德祥公所头前广场举办宣誓就职典礼。黄正杰表示，未来将运用本次的科技工业转点，带领基德祥向前进步，同时也会用原本在地的米甲好来翻转基德祥。宜德乡出朴树有朴树乡的美珠，45岁无党候选人黄正杰拥有代代供电朴树，热点工业曾经担任宜德国小、国中家长会长，现任宜德国中校友会理事长，展现行动力，努力服务乡民，改变家乡。黄正杰指出，未来会用本身的科技工业转点，带领宜德乡向前迈进。今天很开心哦，是正杰第一天上班的日子，也接受很多乡亲的祝福。那未来的四年，政协会以自己的专业包括了科技，包括了工业这方面的专长来替我们的义族带来不一样的活水。义族未来在这四年内除了刚刚讲到科技跟工业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弱势啊，我们的一些长辈政府都会一起来协助来照顾这些。主要还是把义族自己原本的美跟好用刚刚讲的这些方式去呈现出来。我想未来在公所以及代表会的共同努力之下，义族一定会朝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。义族的未来绝对是可以期待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这次选举黄正杰客地立委黄重金黄阿伯，议员黄金波，农会理事长颜明刚，前义德农会总干事洪应玲，前乡长李春波，洪重金办公室主任兼蔡淑惠，以及多位乡代表支持，诉求改变义德，运用科技专业，配合县长翁正良龙岗大观政策，将义德打造成科技龙溪之乡。新新闻就来成义德乡采访报道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那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，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业产品。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，用力耍废。看到一大堆壳壳堆成的山，等下再去设备弄。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嘉义县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。渔民把他不要的东西，他可以换钱；就政府来讲，他可以减少污染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海废变黄金。